接下来请您欣赏大保镖表演者杨鹤龄、吴晓泽，有请。谢谢各位掌声啊！谢谢大伙。这个刚才两位说了那段，哎，说完了以后，俩人往那一走，顺气就跑了。这个上去歇会儿，王换上来再接着说那么一点。哎，这个说相声是这样啊，你看我们这一场一场的，其实都是我们的本职工作。得多新鲜呢！台上必须啊，尽到最大的努力把大伙逗乐了。其实我们这个下了台以后呢，除了这个相声演员的身份呢，还有其他的身份。哦，那个叫本职工作。不是，反正就有人不一样，有人的侧重面不一样。有人看你拿哪头当重要。对了，你看，比如说刚才下去站在里边这个石爱东石老师，那老爷子，他就有另外的一个身份。啊，老头有别的。您要是熟悉石老师的话，我不知道您清不清楚他另外的身份是什么。老爷子，中医。你看，可能不知道啊，好多人都不知道，我们也是最近才知道的。老头是中医，而且是中医世家。你看看，自从我们知道石爱东石老师是中医，读中医以后，我们好多人后台有点问题都爱问石爱东石老师。你就着近问呗。那天后台跑过来学员就问的，那个跑过来以后，那个石爱东石老师，是不是？是要舔老头吗？我哇，这就把你伸舌头干嘛呢？您看看我这舌苔。哦，舌苔，舌苔有点发白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嗯，哦嗨，人家要不是中医呢，嗯，就这一个条件，人就看得出来了。这能看出来？你肯定是身体湿气太重了。哦，这属于湿气。哎，你湿气太重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嗯，你弄点什么赤小豆啊，弄点黄芪呀，泡水喝。哎呦，你试试吧。你瞧，按照人的方法，一个星期左右，哎，真见效了。还真是中医的招，对不对？嗯，不光是这样问题。其他问题也是问，还有稍微隐私一点问题也问石爱东石老师，这不必一都能问。那天跑过来以后，那个石爱东石老师，那个什么，哎呀，我怎么跟你说呢？这什么意思？这是不好意思，我以为心灵的窗户开了。那个什么，我最近有点小便分叉。这叫什么？病症这叫就小便有点分叉，就是说上厕所的时候是个问题，知道吗？啊，您不懂，就是小便分叉，就是到什么程度啊？就是，就已经很形象了，这还能不知道吗？这看就看出来了，就给他形容过小便稍微有点分叉，你知道吗？这个、这叫稍微有点吗？这都180度了，这个是分叉。我这上厕所是个问题。上厕所怎么？我在家里怎么都好办。啊，外边上公厕完了。公厕。我对的是挺准的，老尿两边的人身上。老尿两边的人身上。哎呀，哎，要信我的，我给你出主意。分叉。你下次冲着人尿。啊。哎，你琢磨，有一半能进去。你少挨一顿打呢，你还保洁员不打他呀，还是个女的，挠死你！那也就挨一顿，刚才两顿。跟人形容呢，我这声有点分叉，我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这个，人家也给他判断了，这个用这个西医的话来说呀，你可能就是前列腺稍微有点问题，这叫稍微有点问题。前列腺稍微有点问题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切掉。你们家打根儿上除啊，都这样就没有必要留着了，留着也是个祸害呀。你说这做手术这还是西医，这91都要不上孩子了。人家是中医。哦，人家中医，西医讲究动手术切除了行，中医讲究调理，气上啊，调理重要，调理是吗？气上调理还气死人。你什么也不懂，还有必要质疑是有必要吧？试试吧。嗯，那我怎么办呢？你这个先，阶段性的啊，你先泡点枸杞喝，然后呢，过个一个阶段，你再有什么好的症状，你再咱再沟通一下，好不好？行吧，泡点枸杞喝，没有半个月，稍微就好点了，不这样了，那是不这样了，这症状就减轻了，看见没有？对对，是不是？这回就能冲准点，对不对？反正啊，你这甭管什么问题啊，这都是你好像开玩笑，搞什么，反正都是正儿八经问题去了。哦，您这还是正经的问题。这对呀，人身体确实有问题了，这还是正经。他也过去问人家去，
他也过去问人家去，我好诙谐。他一看，好家伙，这问题都能问，我有什么不能问的呀？我也去吧，我也过，他过去起哄去了，我逗老头玩儿。那个山东石老师，石老师那什么，我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那什么，最近我那个，我最近有点大便分叉。你也不知道，最近我大便有点分叉，你知道吗？我想到了所有的分叉方式。我没有想到你在这个习惯上给我出现了一个小惊喜。我大便有点分叉，哎呀，我上厕所是个难题，我在家里还行，到外边我对的是老拉两边的人身上。哎呀，不知道，这还是个旱厕，还都没有搁挡来着。有的下边有个空间。你说的真细致。你上个厕所吧，你上个厕所吧，你肥在那偷看。我见过这下边有一个，我还得通过这个空隙呢，弹射的。反正就是问人家，问人家出屎的速度，啪一下，哎，对对对，砸地上弹起来弄他脸上。问人家，问石爱东少师，石老师人家没乐啊，人家没乐，人家忍着当问题，当问题回答的也行吧。哎呀，就把这一叹气啊，我跟你说，头是乐的。哎呀，你确定大便分叉吗？分叉，哎呀，呵，你这个疑难杂症，这我没遇见过，中医一辈子都遇不着。不是，那我怎么办才能缓解这个大便分叉呢？那这么着吧，老爷子说，你听我的，是大便分叉啊，就是那个下回再上厕所的时候呢，你把你那钉子裤脱了。想到一万多种治疗的手段，我就没想到，我这是因为物理的原因。哦，合着刚才那啪那是拉的。哎，你看他手指挺弯了，你说吧。这包袱千万别让郭老师听见，郭老师今天上演都得拿着用了。太吓人了！石爱东石老师人望闻问切，知道吗？要憋老闻，望闻问切，观察。我望闻问切，你不上厕所一定关门。中医中医望闻问切，这儿给你号着脉，就是偷偷的。这是一老王八，这是。你不懂，哎，史爷，别爬呀！反正就是说，人家是中医，不信你回头你自己问去，是不是有这种情况？而且还远的不说，都有别的身份，除了说都有。拿我来说，我台上拿我来说吧，我也有别的身份，我也有，真的。我这个身份说出你不要乐啊，说出就比你们长寿。王八。那个，长寿、健康、身体健康好，千年王八，活水，好活动，好运动，好运动运动。哎，就是我是个练家，看练家，您是什么？我是个练家。哦，那咱握握手。你好，我是我爱我家的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您不练家，最近卖二手房是吗？谁练家？我是练家子，不是练家的。练家，练家子，练家子。啊，对，廉价的，对，有口音的这儿，听懂来了，你是山东的，我谁都知道，我是个练家子，帮您练练武的，跟你们这行业一样，知道吗？这个行业为什么都属于传统行业？那倒是，相声想说好了怎么办呢？投名师访高友，哎，一样，我们这行业也是一样，投名师访高友，也都这样，最注重的就是师门。拿我们这个门派来说吧，说来是个传奇。哦，你给说你是个传奇，对吧？我的那个开山的祖师呢，是这个一位种地的农民，农民。哎，他是在这个收割麦子和使麦子从壳中脱落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悟出一套枪法跟一套刀法来，知道吗？你自己说的都没自信了。我说的我开心，我开心。哎，这比史爷还得开心，这不就胡来吗？别胡来。悟出来的，你这割麦子，哎，脱落的过程中，脱那壳，哎，悟出刀法和枪法，刀法跟枪法来，知道吗？这是愣悟啊，这个。而且来说，自从他会这个刀法枪法以后呢，好家伙，我这打开山门，谁愿学多愿教，广收门徒。而且他这个门徒啊，遍布中国大江南北，当然主要是以什么新疆啊，新疆这个甘肃啊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河南一带居多。他这个徒弟们，那这就不少了。我的这个恩师呢，就在其中，武术上的恩师就在其中。在哪儿啊？武术之乡。哪儿？武术之乡甘肃。
甘肃兰州，他在那个地方，我的老恩师在武术之乡甘肃兰州。我知道武术之乡是河北沧州，甘肃兰州，我的师傅甘肃兰州，甘肃兰州，甘肃兰州武术之乡。对，兰州不都卖拉面的？这个话我就不爱听了。哦，兰州都是卖拉面的。嗯，你在哪儿工作呀？我们在北京。北京我知道，北京什么出名啊？嗯、北京相声出名啊？有道理。哎，北京人全都是说相声的，全都是，没有干别的，全都说相声。那都说相声，说给谁听呢？对呀、啊，都卖拉面，卖给谁吃？我在这儿等着我呢。还是你听我老师这个名姓，他也不像是个卖拉面的呀。您老师叫什么？姓康，叫康师傅。像是卖拉面的吗？我倒有幸泡过您的老恩师。哇，哟、哦！还是吗？那个师娘，你怎么？谁都得师娘，我师傅是男的吗？废话，你什么康师傅？康师傅，人从外号康师傅，姓康的，你不让姓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康师傅，嗯啊，而且我和这师傅一辈子就收俩徒弟。哦，谁呀？我跟我哥哥，还是哥俩，都学会了这个刀法跟枪法。拿我这个会的这套刀法来说吧，刀法讲究快、准、稳。哦，而且还有个名称啊，叫凌迟刀法。吓人不吓人？这个吓人不吓人？害怕不？我听着都害怕。每回我一报这名号的时候，我都害怕。凌迟刀法，我都怕。你离我远点，我不至于那么害怕。啊，凌迟得至于的。凌迟知道吗？你这处死。凌迟处死怎么样？过去那坏人，过来趁着没咽气呢，一刀一刀活剐了，呵，切成一片一片的。嗯，我这个刀法跟这个是一个寓意。哦，也这样。呵，这个跟人谁有仇，一刀下去把他劈死，嗯、那不解恨，那不解恨，知道吗？你咬牙干什么？刀法要快，哦、切的一片一片的，一片一片。哎，刀法要快啊！那这得练。一开始练的时候呢，不、嗯、能真人对拿对练，那多学习。容易误伤，可不。拿个别东西代替吧，拿手里先搓块面，然后这手拿个刀，拿个刀，然后先哎，这前面也是一口锅吗？对，也省得浪费。这是刀削面啊，这是。他妈练刀法，讲这速度，速度必须快，速度越快，切的片越多。应该是这样切啊，好好好，这柳叶型的，这样这样啊。对，想快必须臂力要好，这得想。先练这个臂力，嗯，臂力有这个拉力器呀、啊，呵，一开始不能拿那个练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力气不够，拉不动，拿不动，拿东西代替，拿。先来一块面，知道吧？先拿一块面，先拉这个，先拉这个，哎，拉这个，哎，走，哎，这回就对了，这属于你们甘肃兰州的，刚才你属于呛人山西的活了。你哪懂这个？你不懂人练功，知道吗？这就是练功的。练功不是这样，是这样的。哎，拉三回，拉三回，淘气要吗？我这儿气。哎，我跟你探讨面食来了。废话，你老拉。练这个刀法，知道吗？嗯。而且来说啊，我们哥俩约个火程。哦，这就成了。那天在后院，我们哥俩正练着呢。哦，你正练着呢。有食客来了，不是来食客了，哦，外边确实来人了。谁呀？来请保镖的来了。保镖？对，什么叫保镖啊？嗯，不是现在意义上的保镖，嗯，说保护这个人的人身安全，不是。嗯，过去呀、啊，有人出远门或者把这个值钱的东西往远了送，路上怕出危险，怕贼。哦，这么个保镖，请我们这行护送着过去。这么个保镖，那您去吧？当然得去，我们这儿来就指这吃啊，哦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必须得去了。人家送的是请帖，呵，你还讲究？呵，打开一看呢，嗯，按照地址来到了个前门外，前门外粮食店会有镖局，哦，就在附近。来了以后，呵，那个老掌柜的亲自出来，你瞧啊，不知二位壮士驾到，有失远迎，嘿，当面恕罪。哦，哎，别的咱不说了，是是，咱后院咱先过个号吧。您这过过号是过过号，就是要看看我们哥俩的能耐啊，瞧武艺如何。你这身上的武艺能不能保镖啊？那应该瞧瞧。来到后院，嗯，呵，两边都是兵器架子，哦，呵，这一排呀、啊，都是劲敌鬼，不是什么都有。呵，我哥哥走到跟前，打兵器架子抄起一杆打枪来，这是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。哦，何为六合枪？哎，分内三合、外三合。内三合，心气胆；外三合，手脚眼。言与心合，气与力合，不与招合，有赞为证。怎么说？一点没存，二次心。三扎旗鼓，四撩音，五扎磕膝，六点脚，七扎肩颈，左右分。扎着为枪，顺着为棒。大杆子带六个字，哪六字？崩拔牙，盖
手扎好，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，我把我哥拦住，我说哥哥，你那感冒放好，我说你可千万别重复了。我哥哥点点头，严阵以把大枪放回原处，往那一站，气不住面不更色。这话这孙子就没练过，拿出来比划半天又搁回去了。他没练，我得练呐。您也练枪，我就不能练枪了。那您从兵械袋上抄起一把单刀来，这要练刀了。刀交左手，怀中抱月，这前看刀刃，后看刀背，上看刀尖，下看绸子。单刀看手，双刀看头，大刀看顶手。我这使了个缠头卧脑印八方藏刀式，我这刚练枪，练这个刀啊，打南边来了一块黑云彩，哗啦啦，哦，一个响雷。哦，下起雨来了，下雨了。我一看下雨，我乐开心呐，我就乐了。对，你也甭练了。对，对，对，怎么对呢？这找老掌柜也是这么劝我的。哎，下雨，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，你就先不要练了，知道吗？咱先后院看个标，验验标去吧。啊，验标就看我们哥俩保的什么东西啊。这个瞧，来了后院，两边一共是16辆马车，还真不少。每一辆马车上都是这么大个，黄澄澄的金坨子，老倭瓜。老倭瓜，你给我10块钱，我就送过去。您不懂了，嗯，外边看着是老倭瓜。一刀切开，掰开往里瞧，金银珠宝，有倭瓜籽儿，倭瓜籽儿像吗？别急，把倭瓜籽儿掏出去，您再看，有珠宝，空倭瓜，你老跟倭瓜叫，把倭瓜弄空了以后，值钱的东西都放到里边，俩半个瓜一对，用竹签子把它签好了，黄泥溜上了，外边看着跟倭瓜是一样的，你瞧瞧，其实里边有东西，这是暗标的一种，这还是暗标，这叫倭瓜标啊，好啊，呵，我们哥俩把握着这趟标啊，这就开始了，就出门了，我们出北京走。通县八里桥有土坝过河，转眼就来到了榛子岭，真不慢。到了榛子岭，天可又黑了。到晚上了，依着我哥哥的意思，打进住店休息，要休息。我说不行，我说哥哥，哥不能打进住店，知道吗？太危险了，知道吗？你咱这头都苗，不能打进住店，别打进住店，危险，不专业。你偷喝谁开塞露了？我劝他，我怕他碎嘴子是怎么着？不能打进书店，知道吗？说清楚就完了，连夜而行，知道吗？这叫艺高人胆大。呵，嘿，虽说是这个山路崎岖，所幸有朦朦胧胧的月色。好，走到半夜，越过一道黄沙岭，眼前就是一片密松林。刚走跟前，就听嗖啪一声铜锣。咱看里边就蹦出几百个贼来，几百个，200个喽啰兵，哎呦，一人一把鬼头刀，雁别翅排开，您瞧瞧，当中有一个骑马黑了个，手拿冰铁大棍，口念三个词，怎么念？呆呆呆呆，儿呆呆，等会儿，这个传统作品怎么还有伦理的呢？这个。不是那个什么，他叫他儿子，知道吗？这叫儿子怎么答应的是我呀？当时您怎么回答的？我也说哎，都答应就行了。我一看来贼，我哥看着贼了，当时就生气了。多生气！我哥哥一看来贼，当时生气了，生气气的我哥哥是30声暴跳，武林靠去飞。裤裆一使劲，扑了拉，抽马了，拉屎了，怎么拉了呀？我说哥哥，别抽我！别捏着鼻子说了，别抽我啊！呵，小小的鼠道毛贼，居然气得我哥哥拉屎，那是气，那是吓的。那得嘞，哥哥，一切退后，退后吧，一切退后。哎，带小弟前去送死。送死干嘛呢？擒贼受死，我就是这意思。哎，我这好啊，好贼呀，好贼。嗯，我放下武器，好，你饶我不死。您这话都说反了，这吓唬您，别老吓唬他，饶他不死，我就是这意思。哎，不是，我是给他台阶下，你还给他，他是那个懂事的，一看我都这么说话了，互相给个面儿，那你过去吧，走，你走，走，走。没想到这贼是个狠心的贼呀，我信他不让，举起大棍，朝我就砸下来了。哎呦，呵，你说怎么办？您躲呀，我不能躲啊。他过来是给我打仗来的，骑着马奔我就来了，是我也不能走着过去啊。那您躲着不行，我来人呐，来人呐，好，抬把我的棺材来，来来。直接上来就躺那儿是吧？不是，抬棺材嘛，上阵打仗抬棺材。古人有抬棺材的。呵，原来古代有一个叫海瑞的，上朝的时候就抬着棺材去的。那意思我不怕死，能明白吗？我也是这个意思。来，抬棺材来，我不怕死。来呀，整啊，弄干干干，弄我，弄我来，来，弄我来呀，来弄我来，来，开塞露还续杯了。不得上阵打仗吗？没有骑着棺材上去的，能不行吗？人都上阵杀敌，得骑坐骑，有坐骑。来人呐，哎，牵过我的牛来。坐骑我骑着牛，人家骑马，您骑牛。骑牛也是防古人，这也防古人。前齐国孙庞斗智的时候，孙膑骑的就是牛。
孙膑人得是五色神牛，你看替人吹又五色神牛了，他有什么作用？能腾云驾雾啊！他又能腾云，又五色神牛了，对，又能腾云驾雾，你看见了吗？我看，你看见了，你是听说的。我问你，你是看见，你是听说的？电视，你有视频吗？有照片吗？给我看一看，又能飞，又能腾云驾雾，是飞呀、啊？你是看见是？你累不累呀？你就是五色神牛，我这牛也有色儿就完了。您这什么色儿？黑白花。嗯，奶牛啊！我就喜欢这色儿，你知道吗？他们骑奶牛像话吗？江湖非黑即白，我就喜欢这黑白花的，知道吗？那也没骑奶牛的，骑马。来，牵过我的斑马来，来，我就喜欢这色儿，黑白花，我就喜欢这个。牵过我的大熊猫来，哎，那什么色儿？我就喜欢这黑白花，你知道吗？那您还是骑牛吧。哎，你甭管我骑什么，来人呐、啊，来人，抬过我的扁的来。你等会儿。人使刀使枪，您使扁担。使扁担也是防骨啊。这也防骨。哎，石秀用的就是扁担。水镰山知道吗？三国是水浒里有毒啊。哎呦，您得暗藏花枪。我这根扁担里也有花枪，还有库也有花枪，我们俩一个地儿买的。哎呦，一个淘宝店，一个淘宝店，知道吗？发我的链接，石秀发我的链接。我有点胡说八道了啊。废话，那宋朝有淘宝店。反正老链接，老淘宝店，反正我那你也有枪，也有枪，对吧？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，好。打灯了，卡死你还打谁呀？你说话，你骑扁担抱牛像吗？怎么着应该叫抱牛骑扁担一样，反正我就骑一样抱一样吧。这就合理。来了，跟别人跟他打仗，嗯，大棍朝我挥下来以后，我怎么办呢？躲呀，躲，能看着我能耐了吗？这会儿呢？当时一横手里这根扁担，力托千斤闸，就听咔嚓一声，铁棍飞了，扁担折了。扁担折了不要紧，嗯，里边那根花枪我就抽出来了。哎呦，花枪！当时我就给他来了个回牛枪，走。人得不叫回马枪，我急的是牛。我把这茬忘了吗？我这一枪扎出去，哦，贼一把把枪头攥住了。这是给我多少枪？多枪拿过来！我说不行，不能，你给我拿过来！我说不行，你给我拿过来！我说不是，给你。你怎么撒手了？劲儿太大，我躲不过他。瞧这背手里没枪，我怎么办呢？眼看就砸回来了，完了！我一抱脑袋，我命休矣。小木一抱脑袋，我又乐了。怎么又乐了？我摸这护背双刀来了，还有刀。我这能耐全带着我刀上呢。唰唰，两把刀抽出来。哦，左手磕开贼人的铁棍，右手来个海底捞月。哦，见红光迸溅，鲜血直流，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上，叽里咕噜乱滚。您把贼杀了，我把牛宰了。